来归现在还是银行的董事长，阿姨，阿姨什么啊？等你把妞妞带来，我就要开始对付伊。我要叫伊把今仔日所讲的话，一字一字吞落。不是叫你换衫，搁做伙来参加马克的 party 啊？我无想去。娘娘，我希望你嘛在场啦，因为这是我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。娘娘，你是我上亲的人，起码我敢来顺你尔。你若是无去，我感觉真遗憾。你是真奇怪，你甲爸离婚，搁爱我做查某囝，做伙去庆祝，我无迄个心情。连你都无法度接受迄款老爸，你怪我甲伊离婚？我无怪任何人，我只是感觉真无奈啦。我嘛甲你同款啊，我就是无希望我后半世人，搁你怨叹过日子。再决定离开恁爸，麦克若是无出现，你敢会甲爸离婚？我嘛唔知影。拄开始，我是甲当作救咱事业的大金主，也毋过斗阵了久，我发现查某人需要安全感，伊比恁爸，我感觉较安心。即马所有的人拢怪麦克是第三者，其实对麦克真无公平。就算伊无出现，我甲恁爸早晚会离婚啦。娘娘，即马只干那咱两个相依为命，别人的眼光甲看法，我拢会用莫管。只干那有你，我希望我所做一切，你拢会当支持我，因为只有你快乐，我才会当欢喜。你若是无欢喜，当我一个人，我嘛快乐袂起来啊。妈，你即马敢有快乐？至少，心肝内压力无遐尼啊大，会当轻轻松松过日子啊。既然因甲爸离婚啊，赵宽利对于家己的幸福，你若是感觉即马家己真快乐。我是你的查某囝，绝对支持啊！我嘛希望我的妈妈会当逐天拢花头喜面，卖过油头角面过日子啊！妞妞，多谢你，到最后去啦，好无？好，我陪你去。您总算是来啊，娘娘，欢迎你来参加 party。娘娘，入来。你是你，香槟好不？好啊。李委员，恭喜哦！你总算是脱离苦海啊！多谢。Michael， 啊，过来就看你的表现啊！对啊 ，Michael， 这摊喜酒唔通管等伤久呢。莫讲生笑啊啦，应该无可能查某囝拢遐尔大汉。委员，无紧啦，这种好朋友是来为咱欢喜的呢，啊，收过避暑。你就无趣味啊！对啊，对啊。
对家开始，对家开始，对家开始。到大家做伙庆祝爸爸妈妈离婚，别人应感觉我最奇怪。你别安尼想，两个人做伙，也是感觉痛苦。离婚，马上就一款解脱啦。你放心，我相信爸爸一定好好照顾你妈。卖恁这么凶，你也是同款。迄卡手指是阿平帮你挂的，对无？嗯。这是阮结婚的手指。你阁这么少年，这卡手指，敢讲你要挂一世人哦？这是阿平送我的手指，我无可能甲摕落来。是阮的信物。其实，我正形成阮爸甲恁妈，查某囝甲后生拢这么大了，够有勇气。去追求家己的幸福。这有啥物好兴盛？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家己的幸福。那是安尼，是安怎你要限制家己去追求幸福呢？阿平离开已经这么久啊，结婚手续你搁挂嘞？是要天性所有的人，你有结婚，啊，你哪有可能得到幸福啦？你唔知啦，我甲阿冰虽然斗阵的日子唔是真长，也毋过我活到即马，上快乐的日子就是迄个时阵。迄是因为你根本就拒绝甲追求快乐，你感觉？那是追求新的幸福，你也对不起阿冰，会辜负着阿冰，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啊！阿冰若真是爱你，你在天之灵，嘛绝对袂同意你这款做法的。选择是不是我？我拢希望你会当行出你甲阿冰的过去。人生不是干回忆的，佫有真侪未来。你若是干安尼生活落去，你的人生佫有甚物意义呢？当初你选择甲阿冰做伙去就好啊。我是要甲阿冰做伙死啊！也毋过，我平常妈相信嘛。你安尼糟蹋家己幸福，敢讲你妈都袂相信吗？莫遮尔简单，就放弃家己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好无？
去一个所在。我已经决定，以后我要欢喜过日子，因为你介意看我笑。也毋过，我若看到这颗手指，我就笑不出来。你毋甘愿，我的摧残，我的痛苦，所有一切，敢若刻伫这颗手指同款。所以，今日我要徛伫你的面前。这个手指拔下来，我爱你知影，一世人我都无可能甲你放袂记，也毋过我实在无法度搁忍受这个手指予我的压力。我希望手指拔下来了，我会带着笑容。面对未来的人生，你也希望我每天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对吗？啊，你回去了，面对阿嬤跟恁爸，你打算要怎讲？你一定要先想好好，看要怎讲。啊，若无，你就只好永远留伫个王家受委屈啦。你坐一下啦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王天佐，你出来啊！你就是讲你会当灭一世人性？王天佐。
别走！别惊啦，不会再开始。 心情，但是看所在。珊妮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我这回刚刚在无消无息，那是我人无爽快。而且我煞认真些想一款代志，所以我才对爱丽丝哈。韩国你莫误会哦，我只是。几啊天无看到啦，是去面条搞过这话无？我的心，跟你解释得清楚吗？卡要恁搁黑白吃醋去找人麻烦。 我后背吃醋，这可能你嘛讲会出嘴。你代志无了解清楚就跑啊！这毋是吃醋，这是啥？我也是阿斗呢，当爹利用你，把钱出卖给小黑，你为遐蒙噶，你讲唔知啊死我，搁替伊辩解。谢后背讲啥啦？你甲迄个查某伫房间内咧做见笑代，我拢已经知影。 你要怎样这个代志？人拢已经做成光碟，送去当时就办公室啊！原来是我知影，八公水八，连佩奇拢已经知影。哪呢？哪呢？这个已经做够，我大家对你完全测试嘛。三妮，代志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啦。 伊讲，我毋知影是安怎，我药仔食后去了后，就感觉规人怪怪。我毋是存心做迄件代志。珊妮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啦，我是有设计的啦。爱丽丝，爱丽丝，珊妮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啦。 这根本就是神灵跳嘛！即马才知影神灵跳，已经上万啦。到底是要爱啥啦？伊敢是爱钱？伊是敢帮我靠偌济钱？但是敢有遐尔简单？你敢有想过，艾丽是谁人朋友？艾伦，无唔对，这一切都是杜家表家设计。 因就是要利用光碟的代志，别帮咱搁追究，莫歹去学代志，不然爸哥有办法替伊讨回这个公道。即马什么拢无啊！我真正想袂到，伊会这么凶。珊妮啊，你爱相信我，我即摆真正是用设计，我是无辜的啦。无辜的。 你甲爱丽丝介绍，但敢是假的？你就是讲一句实的，就会当解决所有问题是？但是发生到即马，已经几啊天啊，你现在毋敢出面。我是咧想，有啥办法通解决啦？借口，这拢是你的理由。 你敢知影？你袂起来，所有的代志都系我替你担。珊妮啊，大家拢伫问我，你是走去倒位？我唔知要安怎回答。大家拢伫问我，你现在做这块代志，我唔知要安怎解释。大家拢伫看我。 要怎处理解决这个问题？你讲，你要我安怎做？你毕竟迄个查某人遐的时阵，敢有替我想过？你敢有想到我是你的太太？你敢有想到，你从我进前对我所讲每一句话？所以王天总太太，我是答不起。 今日才拄着。
咱就把代志讲清楚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三年，请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一摆好不好？你放手啦，三年。 叫你去原谅我，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答应。今晚不是我要你安怎做，是你家己拍死要安怎做。我对你已经死心了，三妮，我知影这段时间我开始走较超过，我知影一时，你还阁无法度原谅我，啊，不过我只是，天总。 你搁想要解释啥？三年无缠着你遮尔好骗啊！我无骗伊啦。你若真正有心要改，发生爱丽丝的代志，你哪唔转去求三年原谅哩？搁咪伫个因家？还是讲你感觉你这王家的大少爷，伫个外口有甲查某后背来，这根本就无算啥。唔是安尼啦。啊无是安怎？你搁有钱吗？也唔肯承认你家己唔对，我讲。 你根本都无尊重三年是你的太太，你甲伊娶转去，是当作回甲咧看水相。我咧外口是风尘作戏，我对伊毋是真心的啦。你伫咧外口，母一大堆风流债，无怪啊，甲身体母甲三宝的身体。三年，你毋免阁解释啊。三年拄则已经讲过啊，伊对你死心啊。三年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了。 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可是我若不转去，就已经无所在通去啊！ 天总，你哪会把家己人生，不过这样凄惨？ 天总的代志，听恁爸讲的。你放心，天总若转来，我一定叫伊跪伫你面头前，好好甲你下死你。我拄才已拄到伊啊。你伫迄度拄到伊的。
你拢唔知啊，伊有偌逍遥啦，佮带迄个爱丽丝去夜店耍呢。爱丽丝对天佐做种代志，你哪可能佮伊做伊去夜店呢？安尼就证明天佐根本就唔知讲伊的代志，一定去用陈林条。陈林条是佮安怎？伊明明知爱丽丝佮艾伦是朋友，佮要佮伊做伙，我拢骗一届是无辜。第二届、第三届就成功。 珊妮，天佐是你的红婿，自尊心也过节，你看阿妈的面子，莫搁甲伊计较，好不？阿妈，你放心，我袂搁甲伊冤啦，因为我已经死心啊。珊妮，你都袂搁看阿妈的面子。我无啥物搁受委屈啊，我即摆是轻声细细咧甲你讲呢。珊妮，天佐人呢？你敢无可靠伊转来？伊已经休假。 我无需要阁浪费精神去苦劝伊啊，珊妮，你是啉酒咧讲酒话啊？我唔对，我有啉酒，啊，不过无啉酒醉。我甲天佐婚姻，你唔行到无路通行，我要甲伊离婚。以后我倒来，就是要讲这代志。你只要是要甲天佐离婚，我去看伊。 三年，我知影天佐做真侪好多代志，我一定好好驾驶，袂阁增加你麻烦啦。我已经看破啊，天佐个性就是安尼，永远袂改变。三年，爸。三年，爸知影最近为了天佐代志。 我真侪压力，爸，咱你心肝一定加真委屈。爸，代志也来不及了。爸，这是我甲天佐的代志，你无需要安尼。半年啦，爸，有你一个月时间，你出国去散心，在你回国之前，我一定把所有代志拢处理好势。好好好，就安尼决定啦。你先出国佚佗，等心情轻松嘛，等来什么代志啊，嘛较好参详。 我以后天佐先来机会甲时间啦，我无想要浪费一个月的时间。我即马感到希望，手续紧办办的，大家拢轻松。你这查某囡仔脾气哪这样硬？阮即马大家拢好些好势，你甲你讲，你搁听袂入去？阿妈，你先说一定要我留落来，你是叫我离开，会影响着王家的名声信？唔是啦。 我知影，你是真正咧爱天佐，只有你留落来，才有法度慢慢去改变伊。讲来讲去，你是为着天佐伫咧说笑，敢有人徛伫我立场替我想过？现在到这啊，我敢为天佐牺牲，我请你将心比心好无？放我自由好无？ 你讲到袂舒服，硬咧关起来，磨咧食，磨咧困咧苦度咧共款。你讲话爱凭良心咧，阮王家是倒位咧亏待你啊？我爱的，唔是像咱那个生活。你查某人尊严甲尊严，我就警察无甲你跪落来求你留落，安尼也无够尊重你。好了吧，先把安尼想起，三年可能哦有啉淡薄仔酒，等伊较清醒，咱才来讲。 伊安尼讲，敢不成咧酒醉？三妮，我最后阁问你一摆，你到底有要留落来无？无爱。好，你走，比我王家条件，我都唔相信，娶无比你较好的新妇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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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。 我进前已经有交代过啊，老夫你身体无好，免阁受着刺激。怪水呢，王妈这么情安怎？比顶边较严重啊，啊，不过目前暂时已经稳定落来，唔免烦恼。啊，可以伫这住几工啊，好好静养，希望莫阁去影响到伊的心情。
我知啦，多谢你。 阿爷，啊，你为拄只，就一直咧看表啊，是公司有啥物代志哦？是啊，等下公司有一个电话回去，我若无到，我得裁员。啊，那安尼，你着紧去公司开会啊，公司哦，袂堪咧，搁出啥物差错啊啦。也毋好骂伫遮啊。你放心啦，妈，我来照顾。我今日到时哦，醒起来我袂乱想，会无欢喜。我会好好甲考劝啦，伊若真心。 我卡电话你。好啦，无接了，拜托你。妈，你讲，你听去。对啊，佩奇。嗯。等下三年卡祖老来，你叫伊公司找我。去公司？要创啊？我长寿贵啊，三年开始收真侪尾款。我希望会当改一个好我讲，互伊留落来，以后通去接管天星的事业。 那恁天助嘞？三年讲了一点也无唔对，天助是无可能会改，所以我甘愿提一个好媳妇，讲我不爱提一个了尾仔囝，我怕成为好我栽培，毕竟这是咱两家先对不起，也是应该的。对啦，阿兄讲的无唔对啦。好啦，我先来。 什么拢好使，哪会挂咧？有委屈，我都无委屈啊！Peggy，三妮，你来要创？我想要看阿妈，啊，不过我惊伊生气，唔敢离去。阿妈有较好无？还是你较巧啦，阿妈。 拄则才咧骂你啦，伊若看到你来哦，绝对会阁气噗噗啦。我想要离去，干吗回事嘞？你即马当咧红火头啦，你去甲伊讲啥，伊嘛听袂入去啊。我真是无应该，甲伊讲遐尔侪话。其实，你嘛讲了无毋对啊。 佩奇，妈，阿青啊，阿你感觉安怎？我袂要紧啊，姓天的，公司有代志啦，我叫伊先走啊。三年都无来哦，当然，伊话讲到遮尔啊歹听，阿你想，伊敢过会来看你？ 三年本来是一个真乖的卡清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即摆哪会变到安尼啊？我真正是白疼伊，这也无办法啦，人总是会变。妈，昨暗哦，伊对你安尼算是客气，你都无看到伊对天助的态度。对天助安怎？天助的个性你是真了解，伊若真正知影家己唔对。 伊绝对哦，会一直甲三妮回失的。不过三妮，就是毋肯听伊解释，搁当正人的面，甲三妮吹皮。这囡仔哪遮尔毋捌代志啊？后来，天助为着要挽回伊的心，靠尾甲跪，结果嘛是互伊骂到臭头啦。我看三妮即个是心肝了瘫痪啊。三妮哪会安尼糟蹋天助？
不怪天作不敢转来。妈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就是惊你伤过激动，才唔敢甲你讲啦。惠弟，三年已经要走啊，等天作转来，你才好好甲安慰啊。那是骗骗就好啊，那安尼可以放心吗？你实在是有够戆啦！阿妈对你甲天祖根本就是大细心，你这尼啊无公平，想袂到你搁这尼啊关心伊。哎，惠弟啦，你甲天祖离婚，你甲王家都无牵连啦，这是两回事。天祖对不起我，是我甲天祖的代志。阿妈甲王家的人一定都对我真好，我无希望因为我甲天祖的代志去伤害到大家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搁咧反悔啊？无，无。我看你讲要离婚，根本就是意气用事，凊彩讲讲的。袂，我已经决定了，绝对袂搁改变。那安尼，你是安怎走来看阿妈？我希望。大家会当好来好去，阿妈是长辈，我害伊去到破病，我生过来当然袂得过。无论如何，阮做事实，一定甲伊回一个实的，互伊了解我要离婚的心情啊。我看真困难啦，你敢有啥办法？你莫问我，啊若无，毋知影的人，阁叫是讲是我使弄你离婚的，这个罪名我担袂起哦。袂啦，这话敢若咱知影，我袂讲出去的。上好的办法，当然是搬出去啊。安尼，因就会了解你的决心吗？啊，恁会用先搬去我遐啦。我无想要拖落去啊。啊，要离婚之前，我无想要离开王家。啊，若无代志，会愈拖愈久。我甲你讲，只要你一天无离开王家。因就当作你真好讲话，无人会甲你讲离婚的代志。一世人，你就准备困伫个王家，永远莫想要嫁出去。你敢袂记个进前，你离家出走，最后毋是阁转去啊？因哦，早就看破你个骹手啊，当作你是咧闹的，所以即个。你一定啊，爱用决心来证明，你唔是讲讲的尔。三年啊，你千万莫予人，把你的头缩缩咧，你的心肝就柔软啦。天祖，都是因为你三心两意，才会把你吃死死。我知影。喂。飞机，是我啦。三年到过，无咧，啊你放心啦，我会甲伊联络。我是咧惊哦，时间若拖愈久，误会就愈来愈深，所以我希望今日就跟你见面。我知影啦，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你。对啦，妈甲我请过来。有啦，你放心啦，一切拢无问题。好啦，不再麻烦你。袂啦，再见。是朋友卡的、啊。啊，你今麦决定要安怎做？我听你的，我今麦就去找爸，甲伊讲我要搬出去。啊，你去找伊，毋是爱解释一堆，搁爱听伊苦劝，敢讲你袂嫌啰嗦？啊，若无，我留一张花，甲伊讲我的想法甲立场。对。留一张批，大家莫见面，就袂阁伤感情啊。飞机，我麻烦你咧，我包去恁家照大。你莫安尼讲啦，随时欢迎你。
我知啦，你先别等，有代志我来考虑。 连一个艾丽斯，就法度甲王天佐算甲公公西，王天佐了然咯。Michael，什么代志遐尔欢喜？因为我知影你要来啊。